哦，他放屁！哦，他对着我的脸放屁！怎么讲？很崇拜去练 CrossFit 能练很好的人。当然啦、啊，不要讲 CrossFit， 所有运动练得很好的人都值得崇拜啊，因为都很难啊。人说很难，但是其实我以后会想试。可以放个手机。等一下，我去买咖啡。你要去买咖啡？哦，就这里好了。在市区的 Mutant 的健身房，上次还是寒假的时候，哎，真的好远。对啊。那么现在120公斤 High Bar 做5下3折，然后等一下我看今天状况，我是希望可以硬，等下做硬举嘛，我希望硬举可以做个200公斤，大概90%、65%重量，做个一两。你看我带错腰带，在这里哦。哎，怪我了，这是怪我了。你有要过水平吗？啊？你有要过水平吗？还是你无所谓？我会尽量想要挂。刚刚是，我看到一个盗版的 Omar Issa， 看到了吗？超像的。
我是觉得因为我在家是用那种 stiff bar 嘛，所以那比较难拉，所以这边是那种正常会有弹的，会弹那种杠，所以就感觉很轻松。去年测最大重量是200公斤，然后之后就没有再测过，也没有拉过200以上，所以今天来看看可以拉多少。但是我应该不会那种完完全全做到那种跑到死那种，看看状况。怎么了？我放在哪里？刚那个流马挂在这边。哦，好的。那边我们要本来走那边条路嘛，然后保安说，请走这边，那边是单向道，就觉得蛮奇怪的，因为我们人类，因为上海的话人会很多，上海的话人一定往那边走，不可能往这里走，可是也没有路。没有第一次遇到叫人去，我那个因为你看到那个出站的时候你就知道了。你出站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他叫你那样走，好吧？原本从那边会走过来的，然后我们绕一圈过来。这个汉堡好轻啊！你说这个叫什么？板烧啊？没有，我没有点那个啦。哦，板烧，然后其实蛮少。板烧好爽。对，那我这边，一杯红茶加大，一个拉麦克，这边叫巨无霸，然后这边一盒鸡块，就是几个的，五个，所以大麦克500大卡嘛，五个鸡块，我这一个是50，对，250，这500就是750，然后这个100多，算它这样子900大卡。像你刚看我那一下是上背圆下背圆，下背圆，下背圆，那就没有。上背圆，能拉的比我还多，下背不应该。下背圆，对，下背没有，上背就还好。如果下背圆了，我一定会跟你说，因为我觉得下背圆蛮危险的，很危险啊！你这边是，这是比台湾大麦克大麦克小很多，很多，对啊。OK， 那么我刚到家，然后呢？今天其实拉这个220公斤，我其实个人是有一点点的小惊讶。对，我原本估计我现在的 one arm max 应该是在210公斤左右，然后现在体重是70公斤，对，所以有点超出我的预期。而且我是在我深蹲的训练完，深蹲120公斤做3组5下，做完之后才去拉。我原本想说，我原本计划是这样子，然后可能就是。用200公斤拉一下，做个3组这样子，稍微拉点高点重量，因为我最近硬举都是做80%
左右的，所以没有那么的重，所以想说试一下。结果200公斤拉得很轻松，所以稍微再加10公斤，110公斤也很轻松。哦，那么就刚刚这样子，220公斤。其实当然你做到这种95%以上的话，多少姿势就会有点跑掉。那基本上我朋友旁边他在拍，他就说我的下背是没有圆 OK 的，主要是上背圆。但是基本上你做硬举，大部分情况下你做90%-95%以上之后呢，基本上你的上背都会圆。对，我不敢说全部啦，也有可能 有些人不会圆。但是尤其是我做硬举是背部主导的，我腿比较弱，所以当然会上背会圆的更稍微更严重一点点。但是其实我觉得都还不错，而且速度也没有很慢，也没有那种也没有 grind， 就是那叫什么代偿之类的，也中间蛮顺，也没有抖啊之类的，我觉得不错。其实我感觉是 RPE 大概 9.5， 就是说也许我可以再多个5公斤 2.5 公斤左右。对，所以这也不算完全的 1R Max， 但是我就觉得没有必要再去冲了嘛，对不对？这样就好了。对，哦，超兴奋的。 OK， 那么其实我应该今年现在几月，现在7月份，我今年的剩下时间应该不会去再测 1R Max。 对，反正我很少测硬举的 1R， 我现在很少测硬举 1R Max。 所以因为今天强度非常的大，所以我今天这个礼拜，而且我今天说实话，我今天是练腿的，我的计划中间是练腿的，但是就是因为上个礼拜低肉嘛，所以想说今天好像感觉不错。对，然后今天这个礼拜剩下的三次训练呢，应该就会把强度降比较低一点，或者是就是跟着计划走，就稍微轻松一点点。对，哦，太爽了。那么今天到这边，谢谢你们收看，然后看在我220公斤的份上，麻烦按一个赞 ，OK。那么下次见，拜拜。